刚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专耍嘴皮子的小胖子。哼，是我又怎么着？哼，你可是吃了豹子。这地方是你来的吗？我来了，你又想怎么样？来了，别想走。 放给我，要不然我师傅饶不了你！放给我！现在神仙也救不了你了！放给我！放给我！放给我！到阴曹地府去找你的师傅吧！闪开！你给我闪开！这是干什么？别挡道！你给我让开！哎呀，我是老爷大人呐！我找人，不要姑娘，快闪开！你就让他找，就让他去吧，人也拦不住。找谁呀？他找，他找完就没事了。你给我让开！哎呀，老爷，让开！你不能上去啊！你影响我的生意了！你们别在这看了，都看什么？没办法，真是。哎呀，我说大人，你站住！你站住啊！你太不像话了，都影响我的生意了！混蛋们！饮品，你们在哪儿？对呀，什么饮品？快出来！我这里没有，你站住，站住啊！哎呦天哪，我的生意没法做了，耽误老夫的时间。我站住！哎呀，混蛋的饮品肯定就藏在妓院，我一家一家的找，一定要找到。哎呀！ 哎呀，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？哎呀，你看他把我这生意搅的，我做不下去了。对不起，得罪了啊！谢谢啊。走了，别再来了，我走了。哎呀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大家都去玩吧，去玩吧，去玩吧啊！哎，这几天啊，真是累杀我了。可拿老糊涂实在没有办法。本来想拉他一起对付大气门，想着实力倍增，现在倒好。 整天陪着他老人家满青楼找女人，哼，真是又惹笑话又无大事，更别提我赔了银子砸了不少的钱。是啊，我在江湖上行走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像这两天这样窝囊。幸亏我们找的勤奋，城里的十几家妓院都让我们找遍了，终于可以歇口气了。这姓雷的老糊涂也可以死心了。 想到了，想到了！哈哈哈哈哎呀，老夫想到了。上次在妓院找到了温太太，这次她不可能在这儿。老夫啊，真是老糊涂了。哎呀，老夫只是糊涂一时啊。她既然不在妓院，肯定是在客栈了。那雷老前辈，你的意思是？对了，咱们继续一家一家的找。啊，爹说的有道理，不光是客栈，就连一些大户人家也很有可能。对，还是我儿子想的周到，不管他跑到什么地方，都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雷老前辈，你看我们这几位啊，都有要事在身，你们父子的婚姻大事，我们应该帮忙。但是，哎，你们还是不是我的朋友？ 你们上次有困难，我二话不说就帮你们。我现在有困难，你们却不帮忙，你们真不讲义气。老夫不是逼你们，你们爱帮不帮，不帮拉倒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啊，其实我只是说一说，雷老前辈的事，我们哪能不帮忙啊？对，一定帮，一定帮。我们一定会帮的。嗯。 小步子，哎，小心有毒！堂主，堂主，那边有标记。 你看，这儿有标记。这就是那个贱人藏身的地方。司徒张主，在不知道对方实力之前，咱们还是小心点儿。这儿可不像是温代代藏身的地方。堂主，在外面找到小包子的腰牌。 小豹子，师傅对不起你呀！哎，你们看，这里有蛇皮，吃蛇的不是冷一峰吗？小包子在找温代代的时候碰到了冷一峰。冷一峰，那就是冷一峰有什么秘密被他发现了。好，冷一峰，我等着你，小包子，师傅为你报仇。哎，司徒兄，这样不行啊！ 现在冷一峰投在孙都门下，连风九幽都记他3分，我们肯定不是他对手啊！对呀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扯住雷鞭。司徒场主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对呀，啊！没错，咱们可不能这样白白的牺牲，还是找雷鞭帮我们把仇报了吧。 在这里想什么呢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说起。我本来是去王屋山想告诉你们，云峥和铁中堂都已经死了。我只是非常内疚。那天在海边，云峥因为误会而出手，我就只能看着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灵光妹妹。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。好姐姐，你千万不要这样责备自己。生死有命，早是上天注定的，这并不是你我的过错，也不是云峥的过错。 其实，堂哥哥他死了，灵儿也不想活了。但他生前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，还有好多心愿没有实现。灵儿要把这些事情为他做完，那么灵儿的死才会有些意义。堂哥哥在九泉之下。 才会开心些。我一直在想，林正活着的时候，我们产生了误会，没有好好相处过。现在他走了，我一定帮他完成没有完成的事情，那才对得起大齐门，才对得起我们这份感情。 支持你，虽然人不在了，但只要我们为他做点什么，他们就好像仍然活在我们心里头一样，不是吗？无论前路有多么艰险，无论还要遇上多少坏人，灵儿都要为了堂哥哥坚持到底，死也不怕。姐姐也要一样啊！佛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方才我听到你们两位的谈话，心里仿佛一下子通透了许多。也许是该舞蹈什么的时候了。 自己已经死去的爱人，竟愿意不惜一切的去完成他们的遗愿，而我呢，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。直到现在，我对一个人的爱，仍然是极力的占有他，不让他靠近别的女人。也许，铸造对我不算坏，是我自己太自私，他才失去了耐性。 现在，我总算明白了什么是爱的含义。真爱，就是你应该为你爱的人去考虑，愿意为他不惜一切的去做任何一件事情，这才是伟大的爱情。虽然我比你们年长几岁，可对感情的真谛，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弄清楚，真是惭愧。 姐姐，你不要这么说。宁姐姐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你们也不要再劝我了。我殷平从没为铸造做过一件事情。今天，我向佛祖求愿。 但愿他能尽早的忘掉和灵儿的这场悲痛，这也算是我为他做的一件事吧。霹雳兄，你怎么停下来了？这里怎么会有印记呢？佛印意味着什么？弟子拜见堂主。弟子已打听到司徒教等人的下落，他们正在离此地5里外的一个小镇上。干得好！你先离开吧。是。云京大少，事不宜迟，马上上路吧。好，好。 真是烦死我了！这几天整天陪着雷边胡闹，搞得我吃饭都没有心情。今天总算吃的舒服点了。来，是啊，没想到我们五福的几家主人被雷老头子逼得吃饭都要躲出来。咱们得想想计策，始终让他拖着也不是办法。雷边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，当然会拖着你们，说不定啊，还会把你们这几位玩死呢。 我们找雷边帮忙，是因为他重情重义，我们愿意找他。如果我们找你的话，不给你钱，你愿意帮助我们吗？哼，大家不必斗气嘛。我们以前的合作不是很愉快吗？这以后的合作，我封某可以少收一点。大家都是朋友，意思到了就行了。 没有生意就自己找上门来了。我告诉你，雷边不收我们1分钱，这点意思给你，你受得了吗？诸位，今天我把大奇门的云筝带来，跟大家讲和来了。这里面另有隐情，不过我们五福和大奇门之间。 没必要再斗争下去了。讲和，这你们愿意，我还不愿意呢。你们不给钱没关系，我可以先送你们一样礼物。你们只管睁大眼睛看着就是了。天赋力士。 给我抓住他！妖叔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是谁让你变成这个样子的？说！不要杀妖叔，他是大秦门的人！轻伤而已，并没有大碍。我只是一直想不明白。嘿，兄弟，有什么事想不明白，咱哥俩帮你想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我们大秦门的妖叔怎么会跟了风九幽了呢？风九幽的摄魂大法是他最厉害的武功之一。你的妖叔一定是被他摄去了魂魄，才落到了这个地步。方才我见他两眼无神，我已经猜到一二。这算什么大法？ 我看简直是妖术，还说是什么江湖人物，我看他干脆抓瞎眼睛帮人算命算了。不，等我商议好，我马上去接妖叔。救他不难，到时候我一定帮你。老夫早就想好好收拾这个风九幽了，今天若不是他，恐怕早就和司徒笑等人讲和了。哎。 哎呀，这是着什么急呀？等云兄弟身体康复、伤好了以后，我们再慢慢谈也不迟嘛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想到那小子伤你伤得这么不留痕迹。 大奇门呐、啊，先有一个铁中堂，后有一个云峥，这两个小子的武功可谓登峰造极。若是再有几年的修炼，恐怕这以后的武林天下，就是这两个小子的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总不能让大奇门这两个小子得逞吧？真的没有别的办法。 大奇门的武功独到难破呀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假一神功。姐姐。 我觉得我们几个这么一直躲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你是说我们这样躲着也没个止境？嗯，我们一直在安里，对外面的事情不知道。雷鸣在外面守着还是走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难道我们也在这里当尼姑啊？我知道这样不是办法，但现在我们除了这样躲着，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上策吗？我出去看看。哎呀！ 灵光妹妹，你不要让我们担心好不好？雷鸣是个怎么样的人，你又不是没见过，你不要去好不好？我不会有事的，就算他在外面等着，可他要抓的人不是我呀。何况他就跟我见了一面而已，而心里想的一直是你们两位姐姐，说不定不认识我了。灵儿说的没错，雷鸣那个老头做事，一直是一门心思，旁若无人。也许他真的不记得灵儿。嗯。 这样吧，灵儿，你出去看一眼，看看就回来。如果雷边走了，我们马上就离开。嗯，我有办法的，你们就等着我的消息吧，要小心。哎。 发现了，真想不到，雷斌还没走啊！他不但没走，还挨家挨户的找我们。刚才我在集市上碰见他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一直待在这里，雷斌总有一天会找到我们的。先别慌，我们现在见机行事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外面来了一个老头，凶巴巴的样子，说是来找你们的。 样子很是吓人，我们这里不准男施主进来的，怕拦也拦不住。你们去看看吧。我们现在出去，恐怕安利也要遭殃。现在你告诉我们，你这里有没有后门可以出去？哦、快带我们走，我们走了你们就没事了。嗯，走走。施主，这里是尼姑庵。 你请回吧，对不起。少来这一套！尼姑庵怎么了？老夫进去又不是干别的。施主见谅，碧安从来不让男施主进去打扰，实在是得罪了。什么男的女的？老夫进去是找人的，有人我带走，没人我转身就走。老夫这个样子是打搅你们的吧？老夫在少林寺的时候也没见过你们这么多嘴的人，你们开不开门？我好说好听，老夫从来不欺负女人。 你们不要逼我！此门绝不可开。好啊，你们果然在这里！啊，快！哎，你们先走。把这个小姑娘给我捆起来，好好看管。好嘞。 老爷子，您大可不必这么生气，我相信其他2个会来救她的啊，您就安心等着吧。至于这位姑娘，我们会好生看管，守株待兔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谁都不要欺负她，老夫和老夫的儿媳妇还要靠着她呢。 好好的事情都让你给搅和了，还要老夫重新费力气，哼！哈哈哈哈！水姑娘，我们真是有缘分呢，又见面了。水姑娘。 你只要把铁中堂藏宝藏的地方告诉我，我保证放你走。小姑娘，雷边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是知道的。你要是落在他手里，若是被砍去双手双脚，那是很难看的。就算是手脚完整，如果雷边找不到温太太，拿你去代替做他的儿媳妇，那不是更糟？ 你的堂哥哥会怎么想啊？嗯，我打你个不知好歹的！打？你要打谁啊？我打一只蚊子。哼！那这么说，我爹让你们来保护这位姑娘。 倒是很合适喽。是个屁！都给我滚！怎么？难道你们就不怕我吗？姑娘，请放心，我什么都不想干，在我心里，只有花玲玲一个人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爱上你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心里面只有花玲玲一个人，这辈子我只喜欢她。那好，那你现在就放我走，我就相信你。你是我爹抓来的，我不能放你走。虽然我不能这样证明，但是我心里真的只有玲玲一个人。你和温姑娘虽然都很漂亮，可是我不会娶你们的。哦，我爹虽然很粗鲁，可是他不会伤害任何女人的。是你，不用说了，你们快走，走。老夫知道你在这儿呢，你快出来吧，我不会害你的，快点，银嫔。 我才不会中你的诡计呢！哎，你别走啊！我让你5步。枉费我把你当一条英雄好汉，其实你不过是个强装颜面的脏老头子。嗯。 你们的调虎离山计了，我再不相信你们了。我相信天下的小人，也绝不相信你们女人。还是那句话，不要伤害他们。好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个了，我去找音频，他也跑不了。 君嫔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还在为你爹的事伤心呢？ 你爹现在这个样子，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劝回来的。我们现在应该先去王屋山，先找到云大哥和你姐姐。希望到时候，你和你姐姐能够一起把你爹劝回来。铁大哥，我现在好混乱，我一切都听你的就是了。也许只有这个办法，才有希望。 好了，走吧。青云姑娘，你还是多吃点东西吧。你要再这样下去，还没见到你姐姐，身子就要垮掉了。田大哥。 你说我爹会听我们的劝告吗？铁大哥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你看见刚才走出去的那个人了吗？ 看见了，他就是我的结拜义兄朱藻。你一定要杀他吗？我答应过叶帝，一定要杀他。我现在要是不杀了他，他要是知道了真相，会比死更痛苦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我不能告诉他是谁要杀他，我更不能告诉他为什么要杀他。我这个做兄弟的，只能做到让他痛痛快快的死，在他死之前不受到任何的痛苦。这样做，也许真的是最好的方式了。 到底是谁？让我死个明白！你不要多问，我承诺你，在你死后一定好好的安葬你。即使这样，你动手吧！我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 义帝，难道你没有死？铁中堂，你搞什么鬼？ 他是你的义兄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其实，要杀他，是义帝他老人家的意思。为什么他要派你来杀我？其实，我也是那天才知道的。原来你和水灵光是亲兄妹，现在你们已经成亲，义帝他老人家要我来杀你们。 没想到他老人家身在长春岛，也能知道他儿子做的荒唐事。灵光妹妹和朱早他们没有成亲，真的。盛存孝在婚礼上无意说出了真相，阻止了这场悲剧。哎呦，我忘了，温姑娘和水姑娘被雷变抓住了，现在还在客栈里。